有两点三五公顷案发的民农烟叶斧头针，不用除残条例来好好利用。民农技工所今明日邀请上爱投资的业者去现场探检报，同时公布用13年版做一期，一年税金45万元爱统计票出去。以木料为结构主体的民农烟叶斧头针，在主年以前，除了有合肥费的1200万元的拆铁皮屋修缮计划。未来特别业者组队以一年40万元租金，使用区内800平的营运空间。租金哈，一年差不多45万左右。好，加另外一个部分，人家迄安尼也迄类特别的创伤，还有特别哈，以提示而发而付一个一个权利金，哈，差不多都80万，也都低100户的。闽南区公所表示，假使特别创伤经营顺利。13年六十年结束以后，杭州的有5年的优先承租权。有业者就讲，明年除了纳租金，为了营运总投资的金额，还要贷到250万元。假使闽南人也辅导站唔系睇人家面的农业提摊，安尼投资条件看起来唔系个相应。往届黑眼那个商业密集区，这里到往届摩没有很远，但是它是不是算的？这个我们要考虑哈，毕竟它还是有一个距离。那在某安既有的商业氛围没有这么重的情况之下，我要来投资这个金额，我会考虑它的效益够不够。那至少目前为止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个条件不够诱人。卖油业者讲，面对天气天时的上跌，唔系该失重，提供所应该思考，用来安排交通同游客参观的通线联系来。假使将可以从闽南人也辅导站来上游客，以其效益可能无限好。客家新闻整份只公布图。